快点给我换回来！我不想死了！完了！我觉得这部电影拍得很好，好看，好看，孩子看着也都挺好的。喜欢哪个小动物？大猫。喜欢那两只小鸭子。看的时候他就老说这个什么，哎呀，说这个两个小鸭子太勇敢了，然后就挺励志的。你是在说我们吗？是啊。我觉得那个中国电影能发展到目前这种程度，就说已经在那个动画的制作水平跟那个迪士尼什么的那种品质也差不多了，国际化的这种感觉制作。我觉得他的中心是非常好的，他讲的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看的时候挺激动的，还哭来着。因为对于这个电影的故事情节来说话，确实是非常感人的，是一部非常适合于这种亲子性的这种电影活动。因为对于我们家长来说的话，应该是培养了家长跟小朋友之间更好的这种亲情的关系。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你睡着了吗？